OK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无所畏惧。杰斯，你的更好的条件到底是所有人的，还是只属于你这种？哎，他只是吃了块饼干，这饼干吃的这么着急。吃的这么急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这下我怎么没到他？没到小兵。打了个下路，这把刀漏的好多呀，不好用。我扛吧。昆头没有啊，没有昆头。绝对不要回。小月一波。还行吧，没吹好今天发型，吹。他这波还没升六，在他升六之前，要跟他打一波。他上来 Q 是小兵的 ，Q 是小兵上来 Q 黑他。他再玩下去，那他只会更加劣势。他都不补兵的，这根本他不补兵的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，应该被压麻了吧？感觉。哇，这波是真没办法，那一下最后一下 A 不出来了，尽力了，还是没杀掉。
对，这波尽力了。刚好螳螂来了，怎么感觉这把也不好，不是很好打？下去分段就已经很低了，今天打翡翠一了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今天把他打的还不低啊。上来还行，我这波陷金塔之前，看能不能耗他一波血。金石多少钱？金石要1000多，再玩两波就回去。螳螂不知道在哪里。崩掉了，这样子来。变形完毕，绝对不要回头。他无脑抓我，感觉没用呀。面对未来吧，但是确实挺恶心人的。感觉打不过，再耗几波再跳脸吧。不要抬到，还是感觉还是打不过。帮我越他一波，帮我越他一波。放眼未来，卡杀的，为什么不是我在卡？明明是我先打到的。我的发育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，我这把还带着突袭，就是不知道队友能不能顶得住。要被抬。哇，这塔拉斯真的好烦呀，这波巨烦，伤害太高了，他直接星石了。
你抓的有点烦。 真的是丧心病狂，是他了，盯着我不放。今天。 头发吹乱了，哇！出了个护甲血，打不动他。他小月拿这么多头没用啊，感觉。那螳螂要是在这里赢我怎么办？ 好像又来人了，他这个走位有点怪，不会这波龙不要来搞我吧？打先锋吧他。 就要来了，他这不上路是有人的应该。 哦，我打的巨难受，总算能把这塔开了。 大卡牌好大，来包了，来包了，我们小月来了。龙被打死，他是终结，这个卡牌可以。这卡牌带完这波应该会来这里，但是我怕螳螂在。 这什么伤害啊！出了个护甲鞋，打人这么疼。护甲鞋不灭还要喊哟，他两件套了，对，伤害确实合理。飞机卡牌。 这波来，这波中路，等我，他们扫人的这波，等我。
A 塔 A 塔 A 塔。哎，老黑。哇，这 AD 卡牌伤害好高啊，我的天。分哥来带上的，永不动摇。我去，这两个们一个比一个抽象，这两个们，这能过去一个都没杀掉的吗？打龙吧，打龙吧，他们打野死了，他们打野死了。是我伤害高，不是他脆。大龙吧，大龙吧。哎呦，失误了，应该早点闪现的。打到夹子了，我那个金石再等一会。闪不出来，给他 Q 到的时候，心跳补时长，要补时长，我1000块给到了 AD， 哇，这不会出事啊！我这个月的时长还没播够，要补时长。这波女警伤害确实有点变态啊。这把就我一个人优势，我不能死的。我想出夜之风刃，
不过闪现还被打出来了。AD 去下路守一下吧，我去下路守也行。我带下，我这边有 T， 我可以带下了。等个夜之风刃吧，再等我个闪现也行。哇，我的队友怎么全死了？哇，完蛋了，那边两个打了四，两个打三个。手法完美，结果自然低。出大事了，塔牌没闪现。他们下路这么狠吗？这两个正在充电，肯定有工资啊，不工资谁，没有工资谁播呀？来小龙，来小龙，他那个来不及了，就看这波了。一个月120小时，公司看人气。哇，还是不好打呀，这血都给耗没了。这边好像给我们了，这种好像被抢，没有，他没了，没抢机。还可以，其实这波龙拿到还行，我这把不，我这把出夜之风刃吧。绝对不要回头。等我 TP 吧。得回家守一波。来这里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人阴一下。有一眼了，这里完了，但是这波能接受，这波是真能接受，这波对啊，我现在不就在补时长了，这波挺赚的，这小月还换了一个。专注。完毕。我看这塔拉会不会来这里偷这个红？我感觉他可能会往这里走。我这个月前面播的少，因为过年，所以说现在我回来补时长呀。
幽梦给他那个青石感觉要给他换了，青石给他换成那个九头蛇，伤害高一点。他继续带。进行抵抗了。三三五，他们都会小心一点。螳螂在中，螳螂在中，你们小心点。我是不是可以带一波上路？我直接带一路了。小 A 为什么不去啊？要拆就快点拆啊！哇，光辉这波伤害差点把我杀了。还行，你们有需要那个主播直播打号的兄弟，可以加一下那个主播左下角的微信。李锦被我打。